在 GTA 5写下众多辉煌记录之后， Rockstar Games 最新作品即将强力问鼎年度最佳游戏的《碧血狂杀2》，在正式推出前一周公开了上市宣传影片《一生亡命》，如同电影般的剪辑方式，让玩家看看范特林帮魅力十足的首脑德奇范特林，在前作的12年前于黑水镇遭遇严重挫败之后，如何率领势如己出的亚瑟等一干帮众赌上性命，企图翻身的亡命生涯。不过，相信看了再多影片，也止不了大家想要赶快玩到游戏的渴望。神作即将降临，大家快准备好用钞票制裁他吧！